今天是2020年7月19日，今天学习的钟表词汇是 lantern pinion 枭轮。我们知道在齿轮的轴上啊，一般来讲呢都有轴把这样的一个形态的零件，但是呢枭轮呢它主要是因为轴把呢采用的是一些枭钉来组合而成，所以呢它的咬合呢实际上是在一个枭钉啊所组合而成的圆形的空当当中所进行咬合关系，所以呢叫做枭轮。我是常伟，很高兴每天与大家学习一个钟表词汇。